上次没拆过瘾，今天又来个榴莲盲盒。大是大，这个是不是手大劲儿了？收大劲儿了吧？上次那个没收透，这个我感觉有点大劲儿了。来，这是几方？老妹儿，这个比上回的贵多了。我操，竟然这么点肉！这个上回那花92，这个花了200多。这个好像有点收大劲儿了呢，那还梆梆硬。你这个榴莲。问问老铁值不值吧？这是一房两房了吧？嗯。哎呦我，整个对整个往出拿，三房。哎呦我去，200多不白花呀，老妹儿我感觉。嗯、四房。房，我去，五房，肉倒是挺多，200多。问问老铁，合适吗？我去，合适。晚上留着给你用，拿走。哎呀。多倒是挺多，但是我感觉怎么了？这边像收大劲儿了，这边还有点硬呢。老板，你尝尝你买的榴莲，不是很好吃。这是金枕榴莲，比上回贵。嗯，合适吗？不嫩，不软。